Hello， 各位青春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牛仔仔。之前呢是一名自媒体博主，现在转行做了实习训练生。我个人的性格是，哎，我让我妈来说吧。妈，还采访我儿子，那整天出去干干净净的样子，家里乱得跟个猪窝一样啊。开始录了啊。是这样的，我的儿子非常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，相信他的室友也非常的爱戴他。今天就录到这里吧，我先走了。你烦死了，开始录也不告诉我啊。说我孙呢，哎，我跟你们说道说道呀。哎，我孙子长得那叫一个白白净净的，那街坊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啊。跟你说啊，他从小啊就喜欢那唱唱跳跳的，到现在呀都忘不掉，不过呀跳的还不咋好呢。没事没事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八岁的时候啊，他八岁咋了？哎，我咋忘了？我是啥样你们也都知道了吧。我要求也不高，就青春制作人给我力量吧。半夜十一点了，我就知道嘛，每到这个点呢都有个牛胖子准时饥饿。给正在减肥的你分享一首歌，吃泡面啊。大胆的点开你的外卖软件吧，别走那些过场了，咱们早吃早快乐不是？快点，快乐的你最好看了，快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丹妮。我是肖旭。我是郭晓婷。我是牛仔仔的朋友牧童。我是汪聪。我是演员王秀珠。我是牛仔仔的朋友肖志斌。我是演员郑妙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，让我们一路见证他的成长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牛仔仔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牛仔仔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 pick 牛仔仔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